大批示威者5点左右攻击政府总部，不断投掷汽油弹和砖。政府总部入面曾经着火，水炮车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出动发射水炮驱散，水炮车亦都曾经被汽油弹掟中着火。另外，港铁站继续成为破坏目标，金钟站多个出入口被破坏，车站之后关闭。湾仔站亦都受到破坏，港铁在夜晚6点几亦都关闭湾仔站。下午5点过后，在中环军营隔离，有人向天华道掟砖。在政府总部，防暴警察在水马后面戒备，有人向政总掟汽油弹。里面亦都有烟雾出，有人在街边拖消防喉，又在路面洒洗洁精，之后有人喷水。警方向下角道施放催泪弹。警方请留意，你的前方只有得记者在那里，最前方是有记者在那里，请不要向低处发射。示威者向水马掟汽油弹，避免着火，又不断向前面掟砖。警察再发射多枚催泪弹，有汽油弹由高空掟落嚟。有示威者执走催泪弹掟向警方，又举起雨伞阵，并不断还击。有示威者举旗叫人企开啲。警方出动水炮车，分别向地面和天桥上面射水。有人向水炮车掟汽油弹，车顶着火。之后火势扑熄。水炮车再向现场射有颜色的水。水炮车之后驶走，有示威者上前再向政府总部西翼方向掟杂物，防暴警察举橙旗和再施放催泪烟。同一时间，另外一批防暴警察连同水炮车由客角道近中环军营向示威者推进，期间发射颜色水和施放催泪烟。示威者向湾仔方向后退。无线电视记者赵嘉允报道。示威者之后转到湾仔，警方在湾仔轩尼斯道布防并施放多枚催泪弹。示威者设路障同警方对峙，有回收箱起火，大批的示威者退到路障后方，有人执起地上面的砖掟向警方防线。示威者之后走向铜锣湾方向。消防将火救熄。喺晏昼6点几，湾仔菲林明道路口有人堆起杂物点火，消防到场救熄。喺同一时间，皇后大道东亦有人点起火堆。喺湾仔站近修顿球场出口，亦都燃烧大批杂物。消防之后到场扑救。嗱，即系睇下外边嘅最新情况啦。啊，现场咧就系湾仔一带嚟噶，可以见到咧多处咧系继续被纵火，包括系湾仔站嘅多个出入口。画面左手边嘅咧就系轩尼斯道菲林明道交界，啊，见到一啲系巴士站嘅站头咧系烧着咗噶。示威者在金鐘一帶散去之後，就繼續在灣仔多個區域集結。大批著黑衫蒙面的人下午4点几開始在金鐘一帶破壞，港鐵金鐘站不同的出口都被堵塞，
有人用水马、雪糕筒掟向已经落闸封闭的车站出口，又用铁枝打碎站外玻璃。在海富中心出口破坏闭路电视，打烂玻璃，栏杆更加被推落站里面。在金钟廊的出口，有人锁住铁闸。速龙小队到场而搜集物。之后进入车站里面。有示威者折返，再次用杂物堵塞，又在附近掘砖。在附近的地盘又有着黑衫的人拿走电钻和铁通等。在海富天桥上面，一个男人被一班着黑衫和蒙面的人包围，要求他交出手机。有黑衫的人看了手机内容之后才离开。在灣仔，有人扯落在皇悦酒店外面的国旗，点火燃烧。另一批人到了港铁灣仔站一个出口，贴上以黄星排列的納税标志。站里面有防暴警察戒备，有出口关闭，旁边的玻璃被打碎，员工即时清理。无线电视记者曾善伦报道。下午大约两点，铜锣湾轩尼诗道和东角道一带有大批人聚集。崇光百货贴出暂停营业的告示，希慎广场亦都闩门。聚集的人沿轩尼诗道向中环方向走，有人用垃圾桶和围栏等堵塞部分行车线。巴士受阻，有人拎住雪糕筒和围带等向前行。去到湾仔警察总部近军器厂街天桥，有警察举起黄旗警告。呢一个系有被人开枪嘅袭击，你哋而家将遭受刑事检控。点解有俾人入侵啊？在场嘅人未有理会，继续向前行。政府都唔听我哋声音啊！到而家佢连批都唔批，即系佢。連想聽我們表達意見的聲音或者訴求的機會都沒有。部分人去到中環，有警察在北打街用雪糕筒封閉部分行車線，有人指罵警員。他們之後掉頭沿遮打道經下角道再走向銅鑼灣方向，防暴警員在政府總部一帶戒備。一批穿著黑衫的人边行边用杂物堵路，金钟道、龙和道、下角道、天美道和中环德富道中等都被占据，交通受阻。无线电视记者简慧仪报道。参加者中午到金钟的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，他们叫口号，有人挥动英国国旗，又播英国国歌，要求英国政府承认一国两制已经受到破坏。回归后这二十二年里面，中国政府已经蚕食我们的自由，我们的民主气氛了已经。